天做新菜，风味茄子，会不会翻车啊？不会啊，你心里怎么信心那么足的？荔枝酱汁撒上香菜，但是我们没有香菜，就不撒了。香菜只是个点缀，没有香菜，没有香菜，食欲更诱人一点，可加可不加。需要手指，这个是翻一下。但是你应该到一半嚼进去就可以了。它现在已经吸收了很多了。因为这个东西是要吃脆口的，不是给你吃这个黏黏糊糊的。你这个跟我红烧茄子有啥区别啊？翻车了，鸡翻车了。是要收汁啊？翻车了。等它汁全干了。翻车了，你这个。你这个翻车了。外脆里嫩。你这个脆，你这个是烂糊了。外脆里嫩。这个你哪里有脆的？会有脆的。这个还会脆啊？你这个已经烂了，好吧呀？它全干了就脆了，水分翻了。心虚吧？心虚不虚？都给你炒烂了，你这就红烧茄子，人家那个是脆的，你就完全的。好了，翻车了，今天，三个菜翻两个。汁不能少呀。但是你的汁太多了呀，你就变成泡在里面了。人家是翻一下，就是上个味的，你跟你这个不一样，你的汁也收不掉。你看下面全是油，收得掉。又是一个很油很油的菜。没放多少油，但是刚刚自己炸的时候，所以还是油冒出来了呀，都糊了，翻就是翻车了。对的，对的。他现在改口了，不就是不提。就是不提翻车。盘子。天气强降温也在不断的向南推进，其实天气保暖，最后我们注意图上这些有大风的区域。北京零下5到0摄氏，西安本零下18到0下7度，酒泉零下17到0下5度。